天还蒙蒙亮，池上乡客家文化园区就聚集了大批的人潮，不畏惧寒冷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一同做暖身操。原来这是为了等等马拉松活动做的预备动作，避免大家在路跑途中出现状况。在这活动中，也有民众精心打扮玩变装，更有家长带领小小朋友一起参加，画面十分的逗趣。自我介绍，你们说我是品俊，我是品俊，我今年几岁？两岁。我今天来参加跑步，对不对？跑步，我们拿第一名。第一名，加油！你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看那边，看那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活动会场中，除了有马拉松开跑之外，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，以及趣味活动，千人共享米糕的飨宴。很开心可以得到，就是有领到奖这样子。另外，在12月1号，富野乡瑞园社区花布灯笼生活文化馆也有一场野餐音乐会，有空的民众可前往参加，享受大自然以及音乐的美妙。东台新闻杨国柱报道。